我叫伊哈姆雷姆，我今年56岁，我是萨哲县萨尔姆卡姆传承中心主任，是自治区及姆卡姆传承人，从6岁开始就学，15岁时候登场这个表演演奏，是个姆卡姆艺术。萨哲在我们这个祖国西域是很大的这个绿洲，这个萨哲对这个古丝绸之路来说，它是一个重镇。他就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特别是他这个接受了东方和西方的各种文化这个特色，特别是中亚波斯中原这些文化的特色，在这萨哲这个大绿洲集中，就在这形成了这个姆卡姆艺术。大唐这个年代的时候，这个丝绸之路很发展的时候，这个西域大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姆卡姆。那姆卡姆到19、18世纪快消失了，因为当时也有这个当时政府方面的不重视，解放以后国家就说这个维吾尔族有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姆卡姆艺术，把这个要保护起来。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资金人员，出版了好几次这个书呀、磁带、VCD、DVD， 这种书，这是第二次出版的，也是80年代出版的这个十二姆卡姆的韩维文。这个两种语言的，还有它包括它的这个谱子，这个出版的12本书，上面都当时80年代到90年代在整理出来这个十二木刻这个当时的词，就包括里面。从这以后到现在为止，还出版了好几次，它还继续增加这个缺的少的地方。继续再找，继续再补的。到2003年的时候，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要开展这个维吾尔姆卡姆艺术申报世界非遗工作开始了，我就这个组建这个民间艺人，把萨哲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民间艺人都组织在我这个身边。当时也没有这个传承中心。也没有这个专门的机构，我在家庭就建设了一个姆卡姆这个传承这个班基地，农村来的好多姆卡姆艺术家在那住，互相学习表演，在萨哲我们举办姆卡姆艺术比赛，看看萨哲到底有多少这个姆卡姆艺术家，农村也有他们的我们的班社，每一个乡村镇也有20到30个这个民间艺人这个表演的班社，我们登记的，特别是我登记的这个萨哲的民间艺人有1005个，初步看起来比这个还多。2005年10月25号这个申报成功了以后，我都哭起来，我就第一个话给民间人说，感谢祖国，我就说了这个。感谢祖国，因为没有强大这个祖国的支持，我就给徒弟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56个民族，全民族的文化是优秀的。当时就第三批申报了这个维吾尔族这个姆卡姆艺术，这对我们姆卡姆，对我们维吾尔族的少数民族的很大的一个支持。我就说第一个话，我们感谢祖国。十二姆卡姆里面，普通里面那个老百姓他们跳的时候，我们叫马西莱布。他很轻松，要求不高，他就开心玩这个意思。这十二木刻里面的他这个词比较重，哲学方面的词。我看那个读傅立白的词和差不多，他可以刺高，也可以跳舞，因为他的节奏是强的，很清楚的，也可以跳舞，也可以不跳，思考听。这个第一个木刻嘛，唱出来的时候，他说。Satarım targa canrısın tarif salsam dedi. Satarım targa canrısın tarifi.
烧烧，他就说我用我的生命，我用我的灵魂做金线，放我的撒旦，做我的撒旦线，我用这个撒旦的声音把不欢乐的把那些人的心里感动。对传承人这个要求嘛，十二门科目这个演奏演唱表演，这个他的要求特别很高，他是一个科学性的很严肃的一个文化，这个艺术，这维吾尔族对他们灵魂，对他们生命，这个木卡米是好像空气一样很重要。我退休以后，我还是把这个工作要，特别是传承这个工作要做上去。十二木卡米是一个民族的人类的这个文化，这个经典，要把它有义务有责任把它要保护传承继续保留起来，这是我的职责。这种过程在我的看起来，这不是结束，这还是开始，我们还是在这个学习整理传承的阶段，我们还是在努力。